我录的视频也很久没有看了吧啊，虽然我录的视频给你们看了好几次啊，哎呀我去啊，这些大盒送的啊，这个好萌，谢谢啊。哎，跑错位置了，跑错位置了，飞机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那边那边，谢谢小万，谢谢。后面后面一点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不是的。哎，能不能让我开车？哎，我来开吧，我来开吧，我都你都不知道，我来开吧，来，全线调一下，全线调一下，谢骚豆，谢谢。哎，我来开，我来开，全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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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全线，给我全线啊！你不给我全线，我怎么开啊？对吧？好 ，OK。那你们展，给你们展示一下的。哎 ，OK， 上，谢谢苍老师。看好了，让你们见识见识。不要上我飞机，不要上我飞机！哎，不要上我飞机啊，这是我的啊。你们要你们自己叫啊，要你们自己叫。瞪大你们的眼睛啊！好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客气走起来。瞪大你们的眼睛，看好了。谢谢啤酒。呀呀，切个闹！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下雨天很难玩，下雨天有气流。OK， 谢谢雅洁，看好特技。一个月没有玩了，有意思啊！让你们见识一下，谢谢 M 的 IG 送的十五个好萌，谢谢。好 ，OK。即使最破的飞机，我也可以玩出最帅的特技，这就是技术。谢谢我们的秦朗朗哥送的萌，看好了，瞪大眼睛啊，超特技啊，一定要目不转睛哦，目不转睛。OK， 开始。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高手。哎呀，我去，要爆了！我操，要爆了！谢谢星爷送来的霸剑星爷，哎呀，我操！啊，是我弟弟玩的，是我弟弟玩的，是我弟弟玩的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一个月没有玩，现在手感有点生疏啊，这个没有玩好啊。谢谢旭送的十个宝剑，谢谢啊。第一个特技都没有玩好，我勒个操！这哥的问题啊，实在是哥的问题，哥的问题啊，哥的问题。哥有毒啊，有毒！天哪！我勒个去啊，受不了啊！那你妈打脸打的，等我以后有了实力之后再给你们表演一下。谢谢暗淡送的六六宝剑，我之前真的是这个表演成功了啊，然后你们没有看到啊。